是张光福，职业画家。我毕业在马来西亚纯美术，现在我是马来西亚艺术学院的理事。我来自恒亨州文东小城市，我的作品只有三张，全部是小鸡跟树林啊。我的作品是很写意，因为我很喜欢写意和图画来的，我就喜欢画写意的创作。我又喜欢自己在那个小城那边看到很多的小鸡啊，跟那个树木，因为我很喜欢去榴莲坝，有时候去榴莲坝看到那个小鸡在森林那边，就是下面写生这样啊。我就喜欢用墨、用线条、用大笔来烧下去，就这么简单了啊。我的作品就是小鸡跟树林的三张，就谢谢你了啊！祝我们这次挖展成功就对了吧 ？OK， 感谢，也要感谢陈博士，也要感谢林先生啊，还有我们的艺术学院的会长啊，林建发，还有理事们，还有校友们参加这个挖展，都招心，感谢感谢感恩 ，OK， 谢谢。